好，你们看到你们这个每一组旁边有一个计分器啊，然后我们待会儿就是测人站，如果我们说是有效的，你自己就翻一分，其他两组也有的话你也翻，那么到最后就是哪一个组的分数最多，这个对我们后面的评分会有参考作用。所以你们现在就是可以在那个板子上面去写了，先写师表的吧。今年字写大一点的，老师们以后看不清。锁骨下左侧间隙处锐器创，颈部缠绕宽5厘米胶带，雨点。误会还是写一下。我们为什么不坐椅子上？要不在下面写别的？对啊，你在下面写别的呗。还有笔没有吗？还有笔，我们三个一起写，快速写完。念不，你来念吧，念不。好，来来来，给我。整箱布。有什么异物？整箱布有胶带缠绕下背下唇异物，然后墩墩的是背部有鸡皮样病，背部多发淤青，多发青紫。倒计时30秒。肺水肿，脑出血。但是你裂炎不出血，这是一种很舍不得，整个都粉色了。老师，我们好了，你可以坐那里。我们这里差不多。好，你看看。哇，你们怎么写那么多？你们也不少呀。我天，满满当当。好吧，那我们就一组一组的来。啊，市场150。好，市场好，可以，好，翻吧。你们有吗？没有。我没有。师表头面部仅见过出血点。写了。写了。哎，你写了10。我说墩墩一会就翻这个10分出来了，应该。啊，4分点。就是发育营养正常，头发黑色，颈部发长38厘米。啊，我们也写了，有绿化头发，确实没有太在意这个。白色长裙，然后上面有2处血迹，外穿没有。好，这个我们有，这个我们有。前额多处平行规整伤口，尸僵不明显，尸斑呈全身呈粉色，有绿化头发。翻都有，他右兜内有一部手机。翻，写了。颈上胶带上有异物，你们写了吗？我就看到有头发什么的。嗯。啊，这个加2份。可以加一份。挖耳道线泥沙。口鼻内无异物，锁骨下左侧间隙处，锐器创。尸体右处有一个耳钉，右耳。手臂间多处擦伤淤青。气管内干净。气管内干净无异物。异物有裂口。皮肤肌皮样改变。右颞肌的出血。翻。翻。那都有。翻呀。我们说完了。行，他们就没了，在里面还有什么东西？内衣完整。翻。心脏有出血点。啊，有。胸腔内见气泡，疑似溺液。有透明色气泡，有。背部多发淤青。没有。我们没了。